儿菜菜，那今天呢，我来带领大家体验一下小鹏汽车的专属充电桩。那你走到这儿，打开小鹏汽车 APP 之后呢，你可以发现它可以实现全国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网络的互联互通。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你在这儿不只可以找到小鹏汽车的专属充电桩，你还能找到小桔呀、特来电呀、国家电网。所以你在长途行驶中啊，其实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，可以解决大家充电焦虑的问题。那再一个，如果你是小鹏汽车的车主啊，你每年呢会有3000度的电可以免费使用，而且充电起来非常的方便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只需要拔出电枪，然后直接插进去就 OK 了。